大家午安，我现在已经在飞机上喽。打好，这还要再跟你。来看看旁边的朋友哦，今天被他赚到喽，睡到饱哦。因为平常跟我搭飞机，他是不可以睡觉的，我也把他叫醒，跟我聊天。哎，你机上刮痧是什么概念啊？我看你那一根。我刚才在那个柜台报到托运行的时候，我才把我的烫睫毛器从托运行李拿出来，因为我在想说这个到底能不能手提啊，突然不知道怎么判定它。答案是可以手提，而且必须手提，因为它是不能拆电池的，但它又可以无限使用，没有线，所以它必须要手提。是我最近买的很红的一个牌子 Face Factory， 但是呢它有特别好用吗？还好。笑不到这个完妆，我的曼谷第一个妆，头发突然变得很硬哎！泰国的空气是特别硬啊！我头发怎么了？我早上出门没有这样哦。我们现在到一楼是公共交通服务区，计程车、巴士都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计程车司机他叫我们要先来这边，哦，要用机器预约现场的计程车。可以可以。哦。可以了 ，OK， thank you。还要看看资料哦。哦，拿了单子之后要去找这个司机，32号司机，酷。三二在吗？你看它上面有写32。然后我刚才看那个 Grab 的价格，大车子的话，它预估是600出头泰铢。然后刚刚我们在机场里面坐电车，它是说800泰铢，差一些些啊，给大家参考。好漂亮哦！我怎么觉得比照片还要棒啊？哎，我真的觉得比照片还要好哎！我想说照片都会美化过的，是怎样？厨房哦，冰箱好大哦！啊，有阳台，这也是24楼的风景哦，好空，谢谢。还有电磁炉，哎，有微波炉，有两个房间，一个挡跳，哎，两间都很不错。这样，哇，很漂亮哦，而且干干净。Why 要睡沙发？哦，干湿分离，有一个台北的感觉。但沙发是有点旧的感觉，没错。看下去我会有点腿软，这是不是阳台外推啊？它是直接这样违章，对，违章建筑，你看，要死好紧张哦。防晒壳，哇，我就知道你会带，太好了，借我用。有带吗？我没有带啊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带。我就是卡，我知道你会带卡。先来吃我们的泰国第一餐，好期待呀！这是瑞找的第一间，我们刚才走错间，走到一个那种很像美食街的大楼里面，还想说哈在什么？哇，这间感觉很厉害哎！哦，我没有喝过哎，龙眼汁是什么感觉啊？哦，哎，它里面是冰沙哎，好甜哟。怎么那么甜呢、啊？没有，真的很甜，满满的一杯红糖水。好的，这是店员推荐款炸鱼，好大，好大，我们的菜都来了，哇哇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好饿。它那个鱼酥好好吃哦。等一下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太辣了，好够味哦。有什么料吗？猪颈肉。
冬阴功，冬阴功汤，以为不是红红的就没有很辣，真的很辣，比红红的还辣上好多，对比红色的那种还辣。哇，你怎么可以，你很适合居住泰国，我已经要掉眼泪，但是又好好吃，好好吃停不下来那一种。瑞又多点了一个鱼饼是吗？对，炸鱼饼，煎鱼饼。哎，它的样子跟吃起来哦完全两个世界。对啊，你会以为你是谁啊？用鱼浆那种路线的那种，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哎。他是冬阴功欧雷呢？他是真的住在泰国的人。很泰，腐皮卷，然后叠很多层，再扎实，扎实的腐皮卷。怎么会这个路线、啊？好酷哦！哦，我们就搭一站这样。好，谢谢。不行啦，我们付啦，我们付。没事，不行。我有支付宝，我有支付宝。你来呀！哎呦，你人怎么这么好啦？祝你幸福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哇，一人一张。人太好了吧？直接帮我们付了。他说才十几块，才十几块。哎呀喂啊！哪里人啊？是东北人吗？大方。第一次搭泰国地铁就成功。找到了，我想喝这间。泰奶店 Caron 来喽来喽，我很期待哦。Caron 啊，是这样念吗 ？Sorry, how to say this one? Caron? Caron. Caron. Thank you. Caron. 其实它可以调甜度哦，我调的是 40%， 大家都说这个甜度最赞赞。哎呦哎呦，好贴心哦，这里还有贴纸。哇哇，很漂亮，很 gay 哦，很 gay 哦。香，好喝，茶比较重的泰奶，手标我觉得好像炼乳味更重。手标可以调各种，嗯，很好玩，我觉得很香，你觉得呢？茶味重，好喝，但我甜度会调20%，我觉得40%还是 a little 甜，够哎，是吗？可以哎，想吃芒果糯米饭，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。这个叫做暹罗百利宫这边的商场，哇，好花俏，好可爱！你看这个，这我也会喜欢耶 ！Oh my god， 小肚兜，可爱啊，好可爱哦！猜猜看，13800，6950，哦，也是不便宜。找到了，这下超级可爱，哇，我的妈，我的菜！哎，你的手是从那个花花的袖子跑出来吗？你看一看那个。不是哇，好可爱。那个短的粉红色那个是水手服吗？这个吗？对，它是娃娃装，这样。哦，萝莉。嘿呀嘿呀，为什么那个群众很想要唱这首歌？喜欢的，是我喜欢的。不是，这个太像打歌服了，各位。这太像打歌服了。要啊，好好看哦！敲门敲门呢？哎，你本人没有一些打歌服哎、欸？打歌服是不是？对啊。瑞，我帮你找好了，来，你就这套。好丑、哦！你当我的主持人。这套不好看。回归发表。换好了，换了一个这个跳上衣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就是大大的。对。会感觉身体变小了。各位，我不信泰国人会穿这个在路上走。镇店之宝。太热了，但很好看，好梦幻哦。购物完毕，江江，还有我妈妈的江江，180元泰铢。什么口味？巴西莓，莓果口味。没有梅果的感觉，就是酸酸的，很好吃。它是那种双麒麟的质地，看起来像红豆泥。红豆泥。那奇亚籽嘞？奇亚籽，奇亚籽没味道，行。好吃哎。好吃哦。而且怎么样？抗氧化。我们很老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要吃点香蕉，吃点香蕉。你以为它就是这是什么水果口味的，一切都就会有点酸酸或什么，都有点，现在会这样，有点这样，没有，它很温润、哦。它不会这样。没有，它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它温润，可是它却全部都是梅果哦，可是它很温润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来逛泰国香氛，哇，芒果糯米饭的香水味耶。
冰，是食物的味道。难以言喻耶。暹罗百利宫很大耶，这个商圈三间百货公司连在一起之外，外围也都是逛的。这边像哪里？信义区有吗？有吗？像我一套，好像哦，哎，好像哦。街头艺人啊。对，需要，对，没错。哎 ，A S A P baby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有群组里。哦。它闪。耶！嘟嘟车初体验。哇，很猛吗？你要小心，你要拿好东西哦。好紧张哦，不要飞出去哦，不要飞出去哦。好紧张。我们刚才在嘟嘟车上面拍了一则，给大家看我们的成果展。甚至只拍到我们两个人，好好笑、哦。随便 Google 了一间按摩店，哦，他有说 no sex 哦，不是做黑的哦，因为这间看起来太像黑的了。massage， 我选了泰式草药按摩，90分钟2000泰铢。我以前避旅的时候啊，导游帮我们安排每天都要按摩，然后我没有想要每天按。我觉得很痛苦，因为它是那种泰式帮你压来压去滚来滚去的那种，然后我们隔天就说哦，我们不用按没关系，然后导游就觉得这样他的那个业绩会，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懂啊，那时候哪懂，我们只是学生而已，我们也不知道原来有这层问题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很坚定说我们不要，因为已经按得不舒服，不想再按了，然后导游就小小声的说，那你们不要再跟别的同学说咯，去按完的同学都说连续3天太痛苦了。对对对，按摩适当按摩。回来啦！哦，好泰式哦，好折来折去哦。我们刚刚呢去 Seven 大采购，买了感觉很好吃的饭团啊、哦，还有买很夯的热压吐司。每个人都说来泰，还有每个人都说来泰国，也没有每个人都说啦，有听说要吃来泰国要买的这个睡前吃2粒，那要干嘛？噗噗，噗噗啊！来餐前吃2粒，怎么样？餐前饱足感，因为它里面有什么芒果籽跟魔芋粉。就是会有饱足软糖的部分，对，就算已经累得要死，还是要来一下这个睡眠软糖啊。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吃睡觉的，对对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们买了这个，瑞说超好吃，他说他之前吃的哦，惊为天人。大家都说热压吐司很赞，我来喽，普普啦，嗯，大哥，普普，好吃哎，吃这个才对。不是，你有吃过吗？有，我吃过了。可是我觉得它里面那一层，这是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就是奶油啊，奶油起司啊。就是很像那个韩国爱的那种，也、很好吃哎、欸。焗烤啦，你说它很特别也没有，可是很好吃哎、欸，很耐吃哎、欸。就是没想到它在 Seven 买到。对，好吃哎、欸。这个才惊艳。嗯。你先漱口，你要给它一个最高待遇，你先漱口。太夸张了吧？我现在这样子的。我上次还没有减肥的时候来泰国，我一个晚上吃4个。啊？它就是糯米加肉排，对不对？对。原味。好吃，这个会就是会吃，一下就吃完了。对对对，好吃，一直吃。猪，没有买牛，它很猪肉，朴实无华。你说我很有特色，也不是，但是很耐吃。但比那个热鸭好吃。没有，热鸭也很好吃。没，那你现在选一个，我二选一，那也不能再吃了。但我现在想吃这个，我现在想吃这个。谁赢？我 right now 是这个饭的味，饭的味。哎、如果要比谁赢的话，那选这个。因为这个还是很容易被取代哦。因为台湾有选这个，台湾没有这个，你说对了。因为那个中间，你说那台湾没有中间那个的，中间的那个调味好像台湾没有。对，重点是糯米，台湾不会这样做啊。嗯，好像是你的味噻。这是什么啊？虾饺。哎，那好吃。嗯，哎，虾饺也很好吃。虾水饺，就是不像 Seven 会卖的。比达多甜绿茶，绿茶。
臭掉的柠檬绿，沾没有，你喝喝看。臭掉柠檬绿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好会形容哦。我有时候那个美招放太久，它有个房间有一个酸味，就会有这个茶酸掉的味道。我洗完澡了，大家惨了，这里的水量太小了，这里的水量小到很像在用那个哎、欸、机场厕所的水龙头哎、欸，洗手台的那种水龙头水量。Oh my god！ 我今天觉得有点水土不服，赶快来敷一下。今天在泰国的妆感不满意，浮浮的。但我也有买一支的佩纳斯奥田美容仪，我觉得比较好用。我要把我的法令纹垫走。床。好，我现在戴牙套讲话怪怪的。位置不对呀、啊，睡这里的话人气会推头。OK， 而且冷气臭臭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然后水太小，沙发很脏，真的很脏。我们一致三个人一致觉得。今天的曼谷第一天，一切都非常棒，非常开心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喽。如果喜欢这地面，记得喜欢，还有订阅粉丝专页，特别是我的 IG 一个脸书，记得赶快追踪。那我们就跟您见，拜拜。明天要去穿泰制服，泰制服我就拍成 reels 好了。